这个 group 全部都是蛮有，现在有 color 了，有 color 了，刚才全部都是蛮黑跟白，对吗？哇，这一组都是年轻的演员们呢。他们都是我们的送餐英雄 ，the main actors 跟 actress。哇。我很喜欢那个粉红色、Richie 穿那个粉红色。你是喜欢 Richie， 你还是喜欢你喜欢粉红色？对，可以给我那个 Richie， 我很喜欢Richie 的粉红色，你们觉得呢？你们觉得呢？搭吗？搭吗？大家留言跟我们说一下。他 it takes a lot of courage to wear color 的嘞，你看，全部都是黑白，takes a lot of courage to 穿粉红色、哦。